大家好，我是那么错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 Kingdom， 对。然后我们之前就是对，我现在已经是在第一二三四第十二天，对，第十二天。不要问为什么，因为之前就是我电脑正出了一些问题，这样。然后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它会怎么说，就是我整个游戏宕掉，然后整个存档就是不见掉，这样，对。然后大概就这样了，然后我们就要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这一位学生，这一位同学，我发现给他十个银币了之后呢，还会把个银币丢进去我们这一边，好像是存钱匠吧。然后你会看到后面的钱越来越多，对。然后我们就先出去外面先收一点纳米回来吧 ，Let's go。纳米还是蛮重要的，这有一个来，然后我们再去前面收一些，走吧，顺便赶点路回来吧。虽然说钱看起来很多，但是我跟你说一定很缺。一定很缺，然后我们先去前面看看，然后我们马上又歇了，又歇了嘛。好，然后今天是第十二天，我发现红月是第六天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差不多一集要做六天这样。虽然说看起来是有点多啦，但是 OK 的，差不多就是22分钟、23分钟左右吧，一部影片，好像跟我其他影片都差不多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觉得应该是 OK 的。好。那我们这边已经收服了两个纳米，那我们先把这些路全部能赶就赶，有没有？能赶回去就赶回去，反正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恐慌。Let's go， 先把这些路给赶回去吧。能赚多少就赚多少了，什么都不用理了，有没有？先把他们全部给赶回去，你们全部给我走去前面，不要停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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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前面很需要你们啊，一个又往回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有两只，两只好过没有，有没有 ？OK 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，我觉得我们要把这边给升起来了，这里，这个升一升吧。好，然后我们先去左边，然后我们去找那个船只，还记得吗？那个船只，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船只要怎么升，走啊。左边应该不会有怪出现啦，所以左边算是一个蛮安全、蛮稳定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不用怕。对，走吧，算是吧，应该吧，也许吧，或许吧。好，那我们先过来这里，这里收一点口口，这不只是一点，这是很多。那我先把这边给升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前走，走吧。好，再往前走，这边应该不有怪出来，有怪最多我就丢钱，就让他们请单。这里，这一个废掉的一个船只，好，这样吗？哦，他丢了很多块木下来，你要多少块木啊？等一下，好多木哦，等一下。这些木可以来干嘛？等一下，你掉太多木了吧？等一下，那我们先往这边走，这边往前走看一看好了。这祭坛我们知道的，就那一个亚神奇石器的那一个祭坛。再往前走，箱子拿一下吧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前走，纳米，这边有纳米 ，OK。那我们先把这两个纳米绑架回去，再往前走的话，哦，就那个河了，哎，还可以过来。那过来这里有什么？好像没东西了。OK， 没东西了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吃点草吧，快。好，走吧。那我们这边就已经走完了，可以走回家了。这边好长一条路，我不是我要说，超长。那我这边就先回去，然后这边丢一些狗壳，希望那个人可以拿到，然后回到我这边，走吧。那个船到底要按多少次啊？我发现我按了蛮多次的。然后那个木就这样子一直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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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没东西了，对，然后没东西了。What？ 先把这些木给搞回去。哦。呀，这个还要做工的，那我再丢一些木头给你，看我多棒啊！
好，我没钱了，走吧。大概这样子。然后我先把这些路给搞回去，这样还是一样的，我们还是需要用路来维持我们的生活。你们回去吧，回去，走，这边不适合你们。好，打死他，拜托。跟你们这一群很烂的弓箭手，等一下，记住 OK， 有一个往回走就好了，有一个好过没有，有没有？再走前面一点，有 ，nice， 是啦，那我们又回来了，所以我就先不用升吧，走吧，先回家拿一下我们那边的狗狗，那边的狗狗全部都还没拿 ，Let's go， 好，我又回来了，打大姨妈。先拿一下，跟这两个人拿一下东西先。好，谢了。OK， 好。然后这边再丢一个，再给你十个。OK， 好。然后我们这边再请一个，请两个好了。然后弓箭手再请多几个回来，大概这样子。OK， 好。这样应该就行了。然后就再等下一天吧。然后这边再请他回来 ，OK， 用跑啊，跑回来，拜托。好，我们就先大概这样。太阳下山了，也该回家洗洗睡了，该回家洗洗睡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觉得这个还想要升上去，我们升上去试试看好了。好，哇，好像变得比较高的那种感觉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升上去变成怎样。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升到那一个阶段，好像是不能升上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个还能再升上去，有点意外。看它升上去会变成怎样吧。好，来，有一个赶过来帮忙做工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赶过来给我钱而已。OK， 让他升上去，跑来又跑去。我觉得那个弓箭手好可怜的，他跑过来这边拿一个弓箭手，然后又跑去左边去守了。OK， 好了没啊？好了，哇、wow、哦。OK， 感觉好像挺不错的。那就先这样，应该升不上去的吧？升不上去了，好多只哦！等一下，这有点多。哎呦，嗨。OK， 好。那我们要等下一天了，是不是？要下一天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吧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等那一个过来，然后等那一只出来，就差不多了。再准备一个吧，都被他们打完了，有没有 ？SB 第14天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那我再跟这个拿钱，天啊，越来越多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再丢给你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先去右边找一些难民回来，然后我们再等一下又要再升一下东西。有，刚好两个，你们两个过来，拿去，呀，拿去，有 ，Let's go。然后我们再去左边，把我们的那个农场再升上去一下好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金钱应该就不会说就是会卡，就是这样，会卡就是什么鬼东西。好，我们回来这里了。Coco 都有 Coco。好 ，Coco， 这次升不上去了吧？机制最高了。那我们再去前面，这个再升上去好了。啊，还是算了，之后再升。我想要升那个船只先，自己建起来好了。还有这里，好。那我们走吧，把这个钱拿起来 ，OK。然后这边再砍掉，好。那我们再往前走。哦，有嘞，哦，像样点了。那我们再丢一点木出来。到底要多少个木啊？喂，喂，等一下，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在一个船的身上？到现在还没建起来，真的假的？扯哎、欸。那我们这边有，
进起来了，然后我们还需要多一点钱，然后把那个升级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他刚好就丢了钱给我，那这边再升上去。然后你们还有钱吗？还有钱全部丢上来好不好？拜托，我们需要更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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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钱，真的。然后这里有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 ，OK， 这样子应该就够了，够了吧？然后我们再把这边给升上去，然后我再把这边给升上去。OK， 好，大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再等下一天，然后又要去收一点纳米回来。然后我们这边的农村应该就是一个 Happy Farming 这样，开心农场，这边是开心农场的地带。好，走吧，我们先过去右边。收点果壳，然后等第二天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个要买吗？这个应该不用先买吧？目前不需要。先回来。嗨，我回来了。这个再买。OK。今天没果壳，真假的？那好吧。我们等今天过去。要来了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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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有了，看前面有，看前面那个人在打，就知道来了。好，然后把这边全部可以打打掉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超多只 ，OK， 好。然后我再等今天的夜晚过去之后，要先去右边收点纳米，然后我们再去左边把那个船给弄好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把那个船给弄好，我们就可以去下一个地点了，真的。那我们这边全部都可以抛弃了，有没有？抛弃吗？好，那我们再等一下。要到下一天了吗？有，第五天，收点火锅。OK， 然后给你，然后你一二二三啊啊，等下等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OK， 然后这边再升，走吧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纳米。这边有一个，乐来，好，再往前，去下一个目的地，再把纳米全部给找回来。天啊，妈的，你不要那么快就喘气好不好？难过的嘞，拜托，拜托，我们需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真的。然后这边先吃点草吧。快点快点快！太阳要升到一半了，原来这样子下去的话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再去前面，哇，这边好多路，我等一下能全部给赶回去就好了。让我试试看，应该可以。好，走吧。弄了两个人，然后再把这些路全部给赶回去，回去回去，往左走，往左走，不要再回头了。往左走，不要再回头了，真的。走吧，那个那两只算了，赶两只也好，好过没有。OK， 天啊，我觉得这游戏赶路真的是一件很靠北的事情。除了很靠北以外，想不到更好吃的。对不起，你看又往回走了啦，没关系，有一只好过没有。有，你们真 nice， 有杀掉就好。OK。我们就回来，然后再把那个什么给买了，这边。OK， 好，然后再去左边收一点钱，然后去那个船只那一边，应该没问题吧？第几天？第五天 ，OK 的 ，OK 的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有时候要看一下天数有没有，才知道要干嘛。有 ，Coco。那我再慢慢的往前走，就有一大堆 Coco 可以收了。看。有吗？还有，有有有有，好，走吧。有，然后我们现在又要往前走，天啊，好麻烦哦！去右边弄弄一下，然后又要来左边弄弄一下，等下又要去右边弄弄一下。OK， 这边先丢一丢，够了吧？真假的？哦哦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弄到了，我弄到了，满了满了满了，有有有有，
天啊，我们这一集就把船给建好了，真的假的？也太快了，我感觉玩的有点快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先去前面，前面还有一个纳米小屋，然后我们把那纳米全部给召回来。这里，嗨，来，回家吧。然后一个放这里，一个放这里 ，OK， 可以了，走吧。啊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我电脑又要宕了，吓死我了。好，然后我这边就先回家 ，Let's go。路你们再回去，路回头路，路走吧路。前面还需要你们，前面的工具所需要你们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慢慢的把各路给赶回去。然后今天是第五天，明天就是那一个红月了，红月的时候要小心点。哎，又还能再按，真的假的？哦。What？ 所以那代表说我们的船只要做好了，是不是？呀，这有点太快了啊！等一下，我自己都反应不过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收点钱。哇 ，OK， 好，走吧，我又回来了，咱玩玩。OK， 还有钱。哇、wow, 我发现这村民没有，这农民真的是很赚钱，不是我要说，是真的很赚钱。然后我发现我们好像缺了一个农民，我们还需要多一个农民。等一下，我先回来先。然后你，有，然后你过来一点，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丢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越来越高哎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这样应该 OK 了。我今天捐好多钱哦，我今天真的捐好多钱了。那我们先过来，拉明，露来，好，可以了 ，Let's go， 两个应该就够了。那我们先回去，然后再买一个这个。好，然后我没有钱了，然后我没有钱了。算了，我们先去左边看一下那个，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农村好了没有，然后顺便收一点钱回来，走吧。然后今天红月，对，今天红月。OK， 有，还有Coco，有，都有Coco。好。这样应该就够了，走吧，我们先回家。然后要把那个什么，把那个钱给捐给那一个我们的行政长嘛，我们的，其实我不知道叫什么，算了。然后再过来，你过来一点，够了没啊？哦，有了，还要丢进去。我发现好多钱都里面，然后这背景音乐是怎么一回事？好，这背景音乐有点恐怖，不是我要说，是真的蛮恐怖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，然后我们就等吧，还没有赶回去了，我也要回去了 ，Let's go， 今天应该就是红月了，来吧，孩子们。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在一边等吧。哦，又有一个难民来了，然后拿着弓箭又往左跑。喂，今天是要往右手啊？等一下，干嘛都往左跑啊？今天要右手啊，右手。好，今天没有红月吗？今天第几天啊？第六天没错啊。今天没红月，真的假的？好吧。那我们就等今天过去，应该就 OK 了。见面红月，我怕红月现在变得不定时，是不是？奇怪了。好，好多只哦，今天超多只。呀，今天也太多只了，等一下，这一定是多到有点离谱哦。
等一下，你确定今天不是红月吗？你确定今天不是红月吗？哦，我的墙壁要爆了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此，没有错完啦。如果喜欢我们频道，赶快在右上角找我的更新影片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继续哦。所以就谢谢，没有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所以就，再见。